不用起来了。小茹做做东西。嗨，不跟随我了，过来。嗨跟的是谁啊？嗯，他到底看看跟错人了。为什么他会这样？他有人脸跟随，看我，看我。他怎么就不看谁来了？嗨，在微笑。去孔子学院。的海报，不敢用。他的被子真的很薄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要加上去比较端庄一点。我觉得是不是这块固定一下，不要让它飘。这物美主吗？西班牙帅哥在哪？帅哥呢？看一下他们的海报，一个字都看不懂。啊？好呀，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他们哲学系的课。
们大家一起去坐地铁啦。来了，哎，这是03，我们要坐这边的人下吗？哦，这不是我们的。洛，你现在在哪呢？我们现在出来了，小哥已经出来了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晚安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没事，我们过得很开心，我们担心你是否开心，是否安全。第一句冲散。味道如何呀？绝了！有点暗，今天是几号？6月12号。12号，我们第一次排纸扇，来，我们一共有6个人，我们还差2位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排了。为什么我今天没有穿团？
2020年6月27日，又来了。刚刚我们的毕业舞杀青了，上会堂我们说再见了。可以扫一下那边反面上会堂，给一下老师。来看各种角色齐聚一堂，结束啦。这是我的少女时期。环环举手，西飞。西飞是谁啊？我没看过。哎呀，甄嬛传都没看过。熹贵妃娘娘。原来嬛嬛是熹妃呀。결국 알게 되길 더 원해 난 이
去拍串场视频。我们困死了。天晴啦！天晴啦！贤惠小分队，嗨，开拍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眼妆。Hello， 嘿嘿，我家贵州。你变好了吗？我想再给你多一次，我想我的上海也在。还拍你们的眼妆，我还没有眉毛。啊，好的，我先。Hello， 嗨，那你先说第一句话。今天是2020年6月30日，我们现在在复旦大学杨永曼楼，刚刚我们的毕业专场录制结束，杀青啦！到此，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2020届的同学的全部演出任务就宣告完成了。有点伤感，都给我哭，都给我哭。但复旦系我们就此别过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来年见，期待2021届毕业生的作品，接力棒，拜拜。啊，这个太阳真好。排练完吃了午餐，今天吃了全家。来，这位戴帽子的兄弟，转个头。嘿，大兄弟。嗯，好舒服，来来来，打个招呼。干杯。美女，来打个招呼。
晚上，然后我们下午刚刚排完永动机，我们现在来吃阿吉特，我们来长胖啦。我们来长胖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姚媛姐姐，姚媛姐姐，对不起。你有充分理由吃饭。对，美女扛人。大家都好认真啊，都不看我。夕阳千玺的女朋友，我老婆，皮肤真好。谁第一次跳？对，第一次跳感觉怎么样？好嘞，好帅，真不错。
现在在向辉堂拍照片。Hello， 打个招呼，大家。Hello。看看前面在干什么。各位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会场。Hello， 大家打个招呼。欢迎舒华，欢迎Hello。재채기 할까 말까